Hello， 大家好，我是红歪，在这里呢，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在影片里使用的那副 Victor 牌组啦 OK， 然后那个 Deadlock 呢，它的连接已经放在下方的资讯栏，有兴趣的观众们呢可以直接使用啦。然后以下的论点呢，都是我个人自己的意见啊，没有对错的啊。首先呢，这副牌组呢，我只玩四张 Great Tree， 没有加入任何其他的 Great Tree， 因为对我而言呢，如果上到 Victor 以外的 Great Tree 啊，这副牌组就拜拜了，所以我只玩四张 Great Tree。然后呢？Grade 2方面呢是正常的配率啊，该有的都会有，全部四张下满。然后 Grade 1方面呢就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三张牌啦，就触手、凤凰还有外星人。然后呢放触手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它可以快速过牌。如果你翻到 Grade 3的话呢，大多数都会上手的，除非有打到那些有玩 Grade 4啊或者 Grade 5的牌组啦，不过应该没有那么多啦。现在的话，除非在那个 Genesis 也就是创世这副牌组更新过后呢，就不好说了。那副牌组我个人觉得真的是强到爆炸，有机会的话呢再拍给你们看好不好。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放了触手他给了这副牌组呢第二条路选择，如果你发现你打不赢对手的话，在情况允许和资源足够下呢，用触手用到对手爆 deck 吧。外星人的话呢，就是为了给那个 Great 2机器人打到熟，那个 Double 2多一次攻击的机会。然后呢，在这里呢，要提醒各位有玩这个外星人的观众啊，如果你要放那个 Great 2打手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放在 XL Circle 上面了，因为呢，那个外星人的效果打对手一次的时候呢，是要打不中才能够重战的。然后那个 Great 2机器人重战过后呢，把 Kick Kick 放在 XL Circle 上面，攻击力那个登场时加5000，加给那个 Great 2机器人，然后才开始大大力的打下去。接着呢，其他的效果呢全部都拿来占这张 Grade 2就对了啦。最后呢，有选放凤凰的原因呢，有一点呢是拿来循环使用那个触手的，就加快给对手爆 deck 的那个速度。另外呢，是在你先攻的时候，你的外星人的效果选择了那张 Grade 2过后呢，是有机会打中的。因为呢，如果你是打到你的对手是玩 XL 啊，玩 Protect the Clan 的话呢，对手的 Grade 2大多数都是9000啊，所以还是有机会会打中的。打中后呢，不用担心啦，用凤凰的效果把它站回起来就 OK 了。还有一点，有玩凤凰的话呢，你的 starting vanguard 记得要换老虎啊，不然那个凤凰就算站到两张牌也没有的丑牌 OK。 好，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啦，希望你们会喜欢啊。如果你们有任何想看的对战影片的话呢，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好不好。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啦，拜拜，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